彩虹。最近荔枝上市了，然后今天买了一些，打算做一个荔枝苏打，挑几个看起来比较成熟一点的荔枝。好啦，然后把它们放进去。我现在要放到冰箱里冻一会儿，然后做意大利面。下面我就要开始炒一下这个三文鱼，好香啊！开始做那个白酱，先把牛奶倒进去，然后加一点点芝士，
我一波鸡蛋咕噜过来了，咕噜就在我脚底下，给你们看一下，闻到了鸡蛋的味道，香不香？闻一下我的手，好长。切一下，我不知道鸡蛋煮的怎么样，好期待哟！哇哦，还不错哎，这里面我现在打算把这个倒进去了，因为这个面太干了，留一点点水，超级的香。觉得好了，觉得我这一餐吃完，中午就不用吃了。我觉得今天做的非常成功，简直就是完美。荔枝苏打真的是太棒了，喝完之后很清凉。今天真的做的特别成功，应该是我做意面生涯以来最成功的一次。今天我要去接小依依，今天就先用这个航空箱是咕噜的，然后一会儿再去医院看一下有没有那种小猫的笼子，因为它现在太小了，不适合跟咕噜相处，就必须把它放在笼子里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一起出发吧，来看看小牛吧。我已经给它起好名字了，小牛出来。哎，小牛躲进去了，能看到它。哎，那只小黄猫呢？啊，谁偷走了？偷走了。小牛，小牛的妈妈也被偷走了。小牛，小牛，哎呀，变成一个没有妈妈的小宝宝了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，它想出来。
什么？今天要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只猫有多大。噔噔，这是一个1块钱的硬币，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往前面推一点，玩坏了，一回家就被玩坏了。我们的牛肝菌角到啦！剥开看一下，我要一口吃掉它。哎呀呀呀，我们的墨鱼角到了，第一次吃黑色的饺子。感觉好烫啊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，我也要吃。对吧，来耶，让你咕噜大哥看看。这个是我在宜家买的小老鼠，你们比一下，它还没有这个小老鼠大。你把咕噜抱过去，我看看。哇！看好高大威猛的咕噜啊！现在咕噜就一直守在这个窝的门口，然后看着他的妹妹，一副大哥哥的样子，为这个家操碎了心。现在依依还挺活泼的，一直想出来，但是他现在不能出来。因为驱虫什么都没有做，要等它再大一些了才能出来。我可能要考虑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笼子，这样它会更舒服一点。